大家好，我是香港置業的 Shelly。 我是 Simon。 很開心業主委託我們香港置業作為他的獨家代理。 Simon， 不如你帶我們上去參觀。好啊，我們上去看看吧。 Hello Shelly。 Hello Simon， 你好。 Shelly， 入來的單位慢慢看看先。好啊。Simon， 這個單位真的很光猛，你今天打算介紹哪個單位給觀眾呢？ Shelly， 我今天就介紹將軍澳廣場六座極高層 C 單位，實用面積451呎給大家的。哦， Simon， 這個景觀有什麼特別的好處呢？這個單位我們又會見到一個海景的，我們看看。好啊。 Shelly， 你看看這個就是港島東南塘海峽的海景。Simon 真的很漂亮，連落雨天都看得那麼清楚的海景。Simon， 我想知道呢，這個方位是望哪個方向的？ Shelly， 這個方向就是西南的海景。 Simon， 那西南的海景有什麼好處呢？西南就是冬暖夏涼的，你看你今天穿件大褸都很舒服，沒有出汗就知道了。咦，你說的又像是喔。這個廚房有明火的煮食爐，也都是電器廚具都很齊備的。在門後面還有一個很大的儲物櫃。咦，這麼大的儲物櫃的話，就可以放很多的廚具和所有的雜物在裡面。難怪這個廚房保持得這麼企理，煮東西都煮得很開心啊。我們現在就在睡房區。 Shelly， 你介紹一下浴室的特點吧。好啊， Simon。 浴室方面就有一個窗，它窗的好處就是你知道在這個疫情的情況之下，一定要空氣流通，細菌少了，你住在這裡都住得身體健康。 Simon， 你介紹一下客房。客房方面是非常之光猛的，小朋友在這裡做功課都不用開燈，業主也都很細心，是在個角仔那裡做了一個儲物櫃，增加儲物空間的。 Shelly， 你介紹一下主人房。至於主人房方面，跟客廳一樣都有這麼漂亮的海景的。我看這裡有很多儲物櫃。 Shelly， 你有所不知，這些儲物櫃是放在窗台上面，這個窗台是不計實用面積，是送的。 Shelly 太好了。另外 Shelly， 我想問我們女士這麼多衣著，我們的衣服可以掛在哪裡呢？這一間屋是有一個7呎的衣櫃，是非常之罕有的，所有你的衣服都可以放進去的。太好了，我春夏秋冬的衣服可以全部掛在這裡了。大家喜歡這條片的話，請聯絡我 Shelly 或者我 Simon， 希望你們可以按個 like 和 share 給你朋友啦。多謝了，拜拜。